大家好，我是金阳。这个雷姆和黑客这一窝，这小加纳利们啊，最爱打架的这个小加纳利，这个小狗王和这个大老粗，他们两个几乎是不差上下啊。他们两个老是要不是他拿住他，要不是他拿住他，就这样来回替换着打起来之后啊，没有一个怂的。其他的呢，虎皮的以前小的时候没有看出来那么凶，哎，这长大之后脾气也挺好，也挺大啊。他们打起来的时候也是不让他们，只不过人家是啥呀，不主动去挑事儿。过完年咱这不是开播了吗？开播了之后啊，咱大家一直都在说啊，这个大老粗不错，金阳你留下吧。然后呢，很多人都在说啥呀，你能不能抱起来他，我单独的看一眼。昨天晚上我有点在外边干点活，没有那啥，没有单独的抱起来。咱这一会儿啊，单独的抱起来看看大老粗的小模样。来来来，小模样，大老粗是大模样，都抱不动了，现在都。来，这哪行啊？这个这不行，放跑龙吧。下来下来下来，这是老粗没有吃饭的这个状态啊。你看他的体型，不到三个月。你看看，尤其他的嘴板，他的头板特别厚重。过来，不让我摸呢。来来，我看。快，有人说了，他有可能长大之后又是他爷爷闪电，啊，又一个闪电。就是、啊。闪电又回归吉阳犬舍了，你看没？无论哪方面啊，他就是特别强。我们大老粗现在就是说名字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取个特别好听的名字，特别霸气的名字，但是他现在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经踏踏实实的是一位人啥呀，大老粗。他呢对人特别好，粘人啊，但是他们打起架来胆量特别大，是不是？你两样都能那啥，都能看得出来。你们说吧，这条狗啊，各个方面都优秀，全都占有。你们说留还是不留？就说吧，打架有打架的啊，模样有模样，骨架有骨架，头板有头板，啥都有。这家精品中的精品啊，这大老粗。哎呀，你这说留，我就啥呀？这个狗太多，不好管理。要是大家一直都在推荐我把它留下，那我只能啥呀？我想了想，把这个茉莉还有艾米他们两个得走啊，要不然的话，咱们家里边狗太多的话不好管理。再一个就是啥，他们住的地方来回换窝的话根本就换不了。你别着急啊，咱后期商量着该淘汰的该走的种母都让他走，咱不整那么多了，整多了整不过来。加纳利，其实加纳利公的话留，玩就玩，是吧？加纳利公的玩行，你要让他繁殖小狗，我真不行啊！所有的这个母犬都要减少一点，对啊，这个真不是。就你们说吧，家人们，这个大老粗留还是走？你们说吧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甭管他走还是留，先给他起个名字，大家伙给他起吧，反正就是。我们简单的就是给他起个名字，就是知道就是这条狗就叫啥，知道是谁，是吧？但是现在呢，就是给他还是起个名字当标记啊，就是个标记。他哪都占，又粗又壮，又有脾气，脾气又暴。小家伙，你是走啊还是留下呀？他让我想起来就是黑客同窝的老十一，你记得不？啊，就是这头版。就这头版。当时黑客那窝里边出了一条比黑客还有这个老十他们更好看的一条母犬。对，就跟他差不多，头骨架，嗯，然后这个背上这所有的展示，这个结构，整体的结构非常非常漂亮。但是后期也是咱家就是不想留那么多母犬，再一个留下它之后也是需要去外边搭配，所以说就把它跟老九一块出了。怎么样，家人们？就这头版
啊，怎么样？你们说怎么样吧 ？Number one。老十一他们走完之后，现在大家又看到这条狗了，一直都在说，你看看怎么着？是去？我想的有黑客呢，我想的是把它留下还是不留？非常纠结这一件事。对啊，然后不光是有黑客，二牛把这二牛也留下了。嗯，你再留一条主，再留一条公的话，你让他们三个你。我估计得天天打架又成了之前那种老打架的场面了。对对对对，你放出来之后就跟闪电在世那时候一样，跑过来跑过去就是他们打架。后期咱把种公给减少了，种母一个就添俩小狗还没有生，但是那母犬呢所有的都赶到一块了，又把你忙的比这个打架的这个事还要头疼。现在就是大老粗是去是留都在犯愁，大家给建议吧，好不好？就是这个级别的啊，小公狗真是大家说了来之不易，很稀少，所以说就是劝吉阳留下啊，劝吉阳留下。哎，真的是你挑不出他的任何一点毛病。现在就是大家帮吉阳三个小忙，就是啥呀？第一先给大老粗取个名字。嗯，您也拉着拉吧。嗯嗯，第二是啥？第二啊，他是留是去咱们可以选票。嗯啊，可以投票。第三，支持金阳把这个母犬淘汰一些的，也可以从那个公屏的咱讨论一下，留言到下方加吧。留言到下方啊，我打算的就是这三件事，你要是把他留下，其他的母犬就得走几个。嗯期待吧啊，我就期待你们的建议啊，家人们，评论区扣起来。